Hey, you went for me this or? Yeah, I love Bak Kut Teh.是个 crop top 还有一字领来的，我就觉得比较特别，跟我有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没有这种一字领啊，想要尝试这种款式就买了一件，还有它其实打折，所以12块9毛半，然后我在 Editor's Market 买了这个不是背心嘛，是单肩带的一个上衣嘛，它其实不是雪纺的，是这种布的材质，所以很软很舒服。 最后一个我买的是 Uniqlo， 但是我买了儿童款，因为儿童款最大号是150嘛，就其实我穿得下，所以我就买了，就是 Minion 的小小兵的，很可爱对吧？刚刚好哎，就是打折才7块9，所以特别划算。这就是我买的东西，哎，我真是一个很会买的人，有时候我就惊讶，但我不会买很贵的东西。 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做一个影片，教你们如何在预算之内找到很 CP 值很高的东西，好不好？好啦，这就是我买的东西，我也就是只想跟你们分享我买了什么才在这里跟你们说话。我其实这样说一说，已经都6分半钟了，哎，我不应该话太多，好吧？就这样。<笑>
嗨，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间日式回转寿司餐厅，叫 Nihonmura。这间是我来乌节路很常吃的一间餐厅，因为它的价格便宜，然后食物也不错吃，我觉得CP是算高的。虽然它的食物品质比不过那些比较贵啊、比较高级的日式料理，那它总的来说算是CP是比较高的，因为单价真的挺便宜的。其实它就像真鲜Sushi Express 一样，虽然它比真鲜贵一点点，真鲜是1.5块一盘，这里是1.8块一盘。那比起真鲜，我比较喜欢日本村Nihonmura。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这里的餐点种类比较多，真鲜大多都是生食跟寿司居多，可是这里还有小菜啊、炸物等等。第二，我其实就比较中意日本村，因为它的食物比较对我的口味啦。这里有好几个我喜欢餐点，待会儿跟你们分享。然后最后，虽然本身不吃生的，但是听我的朋友们说，是这里的生食的品质好像比真心好一点，所以我跟我朋友就比较喜欢来日本村吃。你可以在这里自行取餐，或者使用这个 iPad 点餐。虽然这个 iPad 有点慢，但是还是很方便的。这个是Hodate Mendai， 就是明太子的扇贝，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我每次来这里至少要叫2-3个。这样一个才1.8块，很便宜，很划算，很好吃。它的这个扇贝其实挺大的，你看。嗯，好吃吗？超好吃，反正有点不够烧。真的好吃，我来过来了。我是双烧的。好吃，慢点，好吃。啊，这是必点。Hello， 大家，我点了生鱼片，三文鱼生鱼片，你看，好大片，其实很实在，就是一盘有3片，然后就是这么大片，很实在哎，所以一个才6毛钱。我们来吃一口看看，加点芥末和姜青。油脂算够的，就是不是那个小麦白，但是是够的油脂，很好吃。另外一个必点就是这个Asahi Clams，今天不懂为什么这样小碗呢，平时很这样比较多，但是1.8块一碗，我们就不要狂冰太多。还是不错的，但今天的 clam 好像品质下降了一点，没有平时好吃，但还不错，1.8块，我还是会吃。还有这个茶碗蒸鲜鱼，一个才1.8块，听说不错吃了，不是我吃的，我朋友吃的，那1.8块很值得。所以这里就是食物还不错吃，那价格很便宜，所以是很划算的一个餐厅。就是这间日本村，它好像有2间分店在 Orchard， 我会把他们的地址放在资讯栏下面。如果你们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可以去试，然后告诉我好不好吃。我觉得是不错啦 ，Don't expect it to be amazing， but it's not that， yeah。My own mix is green tea and honey。 哦，这个是黑糖珍珠鲜奶，龙岩黑糖珍珠鲜奶。这是松针绿茶加香米，所以 honey 是我平时很喜欢喝的 honey green tea。 所以我们看这里好不好喝。 Koi and 天然 it's better。你 try 这个很好喝哎，比快好哎，天然有的比哎。你喝一下，那是10块钱哈喽，那是10块钱很贵。我们试这个洞顶乌龙鲜奶，是它的一个招牌哎。Oh, this is good. Nice， 这好喝，就那个
乌龙那个 roast 那个叫草的味道，挺好喝的。然后最后一个是熔岩黑糖锅巴鲜奶，也是他们的招牌。那么扁？对啊，嘛。嗯，好，非常好喝。嗯，这也好喝，虽然有点贵。这个绿茶10块7，乌龙是10块7，黑糖是5块钱，这有点贵。把黑糖放在台湾那是10块，对啊，比别的地方便宜吗？没有别的地方好喝，定那个黑花糖在韩国比较好。哦，有一个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它的不是它的 post go 有点太软了，软是软 Q 的，不是那种比较。I like it a bit more chewy. I like it a bit more squishy. I like it a bit more chewy. Pre-made. So between pre-made, 天然 toy, and this, they are different. They are different. Toy is good because everywhere also have. 我跟你讲，天然跟这个，而且我比较喜欢这个。我有一个天然，它在我眼里有点涩。它的绿茶我比较喜欢这个，但是珍珠我比较喜欢 pre-made。好 ，OK。This need a rating. This one is a.But my heart still goes to Koi. this one I give it a 4. 你会给这个地方多少 rating? 是啊，是。What's your rating? 4. See? It's 4. Okay, this bubble tea adventure is really much a success. 我们以后尝试更多 bubble tea. Try to keep the whole race.